挂了来了。你不用跟我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你不是说要去酒店隔离？对。对，首先你听我说完。我为什么要求去酒店？第一，我不是缅北的诈骗犯；第二，我不是阳性患者；第三，我不是密接，我不是次密。如果你要把我们拉到晚定，可以，请把政府的文件拿出来，我就去。如果没有，你就不要进我屋，因为你们也不安全，对不对？为了大伙的安全，如果你们有文件，我就跟着走就可以了。我们不去那边申请，我好好一个人，我为什么要去晚定那边隔离？请问，为什么？的条件是因为瑞丽他没有具备这些设施的酒店，到了那边没有设备的酒店可以，我自己自费去建一个房，我隔离，你先听我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可以，但是的话是这样的，要统计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。我们现在就是想安全，我们觉得去那边不安全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健康一个人，我也不是缅北的诈骗犯，我也不是阳性患者。你说你觉得那不安全，你为什么觉得那隔离点那不安全？因为那边回来的全部都是缅北的诈骗犯隔离区，现在那边包括阳性患者隔离区，我好一个人为什么要去那边？请问你们有文件吗？还有昨天晚上是什么？你们有文件吗？还有昨天晚上是什么情况？你把我们犯亚的业主的门给破了，你们有什么权利啊？那是违反防疫规定。他根本没有违反。首先第一个，我跟你说，全程的视频我都有保留。你听我说，首先第一个，别人没有收到你们的文件，也没有政府的文件通知，人家请问什么叫拒不执行？你告诉我。什么叫拒不执行？是因为政府文件已经下来了，我们不执行，这叫拒不执行，你们懂不懂法？再把条件说给你听一遍啊！如果你们不配合，那么我们就会根据相关的。我没配合吗？对，我很配合。你可以问一下所有的泛亚人员，我很配合。就是我们要求就是去酒店。到晚定的隔离点进行隔离，然后你们到了以后可以向晚定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。我为什么要去晚定隔离？因为指定的隔离集中地点就在那里。有文件吗？文件拿出来。现在瑞丽的隔离酒店的还有疫控办了呢，防疫控办了呢，已经是给那些住瑞自费全面的那些住满了，还有跟来自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告诉我，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来的？防控人员证件。什么地方不是在打仗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可听得到？相关法律可听得到？讲啊！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，你们现在是违反了法律啊！叫你们配合，如果不配合，我们公安机关将强制执行，可听得懂？听得懂吗？可收东西！这破我们家的门啊！大家都看一下，全国人民都看一下，这是把我们门都给破了啊！大家都看一下。你别往拍，你进来。我走，他怎么了？你进来。我走。开门。已经坏了，开不了了。不是。我们店里面几百万石头，你丢一个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们已经上报了啊。不是，我感觉你们这样就不对了。你们凭什么暴力撬我们家的门？国家哪条法律？我们现在已经打不开了，这门已经坏了，里面啊。是发现你们挨家挨户都这样在撬是吗？大家看一下啊。啊，你拍吧，你撬吧，我现在正在拍，撬吧。现在是瑞丽市民警撬我们民宅啊，撬我们的门啊，撬吧。没事，你敲嘛，你敲嘛，我正在拍，你敲嘛，你敲开就行了，我在能看到，拍视频，马上发到群里，发到网上。开门，希望你配合，这样对你不好。你敲嘛，我就等着你敲嘛。相关
下次规定。你跳了再说。你知道吗？